三年，人人之要義就係處於近身短大之年，故拳內展開，卻要如何下寡等。腿法則有跳掛、接前及連環，而插擋、套步、閃展騰挪、蹲跳躍視為其部分嘅主要練法。腿法有跳掛、接前為主，近身則貼靠、細慢則閃展，係一路身法多變嘅拳法。